在莫斯科州高档郊区巴尔维哈的一家音乐厅举行。新娘身着白色婚纱，新郎呢则身穿马来西亚的传统服装。婚礼现场只有一段8秒钟的视频，俄罗斯媒体都纷纷报道说呢，这是一个真实的21世纪灰姑娘童话故事。奥克萨纳22岁的时候，从1000名的选手中脱颖而出，成功晋级决赛，最终摘得了2015莫斯科小姐桂冠。奥克萨纳呢，拥有经济学的学士学位，精通英语。好，更多资讯再来看组数了。